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芝加哥北郊，我是 Jenny。 过去这几天芝加哥天气特别好，今天我们去 Costco 逛逛，有很多好产品和好折扣分享给大家。今天穿了 Beauty Day 的老爹鞋，这款黑色哑光面老爹鞋，鞋底厚度6厘米，鞋内空间大，鞋底厚，鞋面透气，走路舒服，黑色运动鞋百搭，时尚感强，配 Leggings 显腿细也显腿长。我会留链接和折扣码给感兴趣的朋友们。今天看到很多好产品，我会分两期发布。第一个看到的好折扣是这个 Organ 的有机植物蛋白粉，2.7磅的大罐装，折扣价格25.99元，非常划算。亚马逊近60000将近5星好评的有机蛋白粉，含有高质量的植物蛋白、多种维生素的同时，还含有膳食纤维和益生菌，维护肠道健康。对于消化能力退化的老人和身体受伤康复的病人，补充蛋白质和益生菌能够提高必需的营养吸收。年轻人没有体育锻炼的，每天吃足够的肉蛋奶就足够了。我做过一期详细的关于蛋白质的讲解视频，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提到了蛋白质的摄入量以及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我身边的大部分以白米白面为主食的人，蛋白质其实都没有吃够，而且很多人对蛋白质存在误解。这个折扣非常好，我买了一罐给我爸寄回去。第二个大家可能会购买的折扣产品是 Banana Boat 的防晒喷剂。最近天气热了，我们去户外比较多，防晒喷剂非常需要。这个折扣很好，但是不推荐购买，因为这个防晒喷剂呢是化学防晒原理，用到的这几样主要成分非常容易造成儿童和易过敏人群的皮肤瘙痒和红肿。同类产品我推荐 Coppertone 的物理防晒喷剂。物理防晒的原理是在皮肤表面反射掉紫外线，从而减少对皮肤的伤害。一般物理防晒霜都标注了 mineral sunscreen， 活性成分是氧化锌或者二氧化碳。如果能用物理防晒，尽量用物理防晒。Neutrogena 的防晒霜有折扣，这一款防晒霜一直是 Neutrogena 的明星产品，它的特点是清爽不油腻，但同样的问题还是化学防晒。几年前，化学防晒几乎是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防晒市场，很多非常受欢迎的防晒用品，包括资生堂的蓝瓶、白瓶等等，都是化学防晒配方。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皮肤过敏、红肿症状被发现是化学防晒配方里的几种主要成分造成的。尤其是最近这个时间段，很多人刚从春季过敏症状中走出来，最好是用物理的 mineral 防晒霜，保护皮肤的同时不会带来其他的问题。我会留几款针对脸部和身体的物理防晒霜的链接在说明框给感兴趣的朋友们。 Neutrogena 的玻尿酸啫喱有折扣，这个折扣非常好，两个大瓶装折扣价格只有20.99元，非常划算。每次这个玻尿酸啫喱打折我都会买。这款玻尿酸补水啫喱是平价玻尿酸补水滋润护肤品里的明星产品，不含香精，非常温和。今年3月和4月，我和我婆婆都有脸部皮肤过敏，只有这一款上脸没有任何刺激。如果你在找补水的晚霜，非常推荐这一款。Neuriva 的大脑补充剂有折扣，42粒装的 Original 配方，折扣价格27.99元一瓶，非常划算。这个折扣每次出现我都会买。评论区经常有网友问起来给老人的大脑保健品，帮助集中注意力，帮助睡眠和减少健忘。我婆婆用了这个 Neuriva 的大脑补充剂后，这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推荐过很多次，每次折扣呢也都会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有需要的不要错过。Season 的野生沙丁鱼罐头有折扣，折扣价格7.69元6盒装，这个折扣不要错过，因为这个罐头的保质期长，值得多买。沙丁鱼是鱼类里含 Omega 3最高的几种鱼之一，同时呢，沙丁鱼肉也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品质方面，野生的沙丁鱼品质最好，浸泡在橄榄油里密封，保证了储存的时间和品质。我们来看一下营养，每一盒这个罐头里含有22克优质蛋白质，15%每日所需的维他命 D， 1700毫克的 Omega 3， 7%的钙，8%的铁和6%的钾，非常高级的营养食材，同时价格非常的低廉。推荐过很多次，也出过一期食谱，简单好吃，大家不要错过。Dyson 的 V11 无线吸尘器有折扣，我们家用的就是这一款 Dyson V11 的无线吸尘器，机器非常皮实，马力强劲，吸力非常强，能把地毯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灰尘都吸出来，吸地板也非常干净。同时呢，无线的吸尘器换上其他的小配件，吸沙发的角落和吸车里的脚下和空隙都非常给力。
这个吸尘器的品质非常赞，折扣很好，需要吸尘器的一定不要错过。我记得去年感恩节的折扣都没有这么大。Costco 有好几个牌子的瑜伽裤质量很好，但都比较厚。最近留言区有好几个朋友问起来瑜伽裤的推荐，今年比较流行微喇叭的瑜伽裤，之前推荐过的 YPL 高腰垂顺微喇叭的瑜伽裤弹性很好，收腹高腰，版型也很漂亮。我穿黑色，我婆婆穿了铁灰色，都非常好看，质量非常好。那今天出门穿的七分高腰瑜伽裤也是 YPL 的，非常舒服轻薄。上次推荐后这两款很快就卖光了，今天看到 YPL 网站又 restock 了，我会留链接和折扣码给大家，需要瑜伽裤的这两款非常推荐。Siete 的 chips 有折扣，折扣价格12盎司的一大包3.89块。这个 Siete 的非谷物的木薯 chips， 其他超市的价格差不多是 Costco 折扣价格的一倍。Siete 的 chips 算是 chips 这个品类里的天花板了。我们来看一下成分配料。Cassava flour 木薯粉， Avocado oil 牛油果油，椰子粉奇亚籽。木薯粉不含麸质，升糖指数低，是普通面粉的健康替代品。牛油果油的品质非常高，奇亚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优质的蛋白质。 Siete 的这款海盐木薯片是普通薯片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而且很好吃，不油腻，越嚼越香，和牛油果酱是绝配。天气热了，孩子们下午回来，我会准备这个木薯片和水果奶昔给他们做 snack， 好吃健康有营养。有机的梨子， Costco 的有机梨子是偶尔出现的，今天又看到了。最近季节变化，过敏季，容易嗓子干，喉咙痒，吃点梨子非常舒服。梨子属于 Dirty Dozen， 非有机的梨子会有很多农药残留，有机的梨子好吃也放心。这个有机的 Bartlett 梨子买回家放几天后特别甜，非常推荐。美脚神器，终于在 Costco 找到了这个神器。这个 Reboot 的脚套是给脚做 facial， 帮助脚的皮肤去死皮换肤。我在亚马逊上看到过类似的，因为成分不明确没有下单。 Costco 这一款四个装，每一个包装里面一双，总共是四双，价格好，成分更加天然，大都是水果和天然提取物，包括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用法是先用热水泡脚10分钟，然后擦干，套上这个脚套，90分钟后洗干净，接下来几天里脚会自己蜕皮，去死皮的同时脚部的皮肤也会更软更加白净。夏天快到了，这个美脚神器来得太及时了，我今天试用了一下，套上去很舒服，没有刺激，接下来几天里有好的效果我会及时跟进给大家。另外很快会出下一集 Costco 购物视频，因为最近的折扣和好产品非常多。好了，今天的 Costco 好折扣好物推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很快下次见，拜拜。